我们讲的脱发应该是病理性的脱发，而所谓的掉发应该是生理性的掉发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头发属于三个时期，主要是生长期，绝大部分的头发，也就是85%以上的头发是处在生长期的，另外有15%的头发处于退行期和休止期。所以在休止期退行期的头发是可以脱落的，这个时期的脱落如果是脱发每天不超过70到100根，这个情况我们叫生理性脱发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掉发。而脱发是病理性的，脱发的数量大于每天100根，由于长期的大量的脱发会逐步导致头发的稀疏甚至脱发，所以脱发是一种病理状态，而掉发通常是一种生理状态。